今天节目最精彩的搜查的部分啦，我们分成四个领域来搜查现在孩子普遍发生的问题。是，第一个，马上我们要派出的是偏食的克星。哦，孩子挑食偏食是他人生中非常要重要的过程，一定会啊。你自己有没有偏食？有，我从小就是很讨厌吃很多青菜跟不喜欢吃菜。蔬菜、苦的水果，就是像茄子，我也不喜欢。软的不吃。然后软软的，从小就不吃软的。对。那很奇怪啊，通常都是吃软不吃硬，就偏偏不吃软。我不喜欢吃茄子，非常不喜欢。然后很多水果也挑，然后葱蒜，我记得葱蒜、辣椒啊、姜啊这些都很挑。葱姜蒜辣椒也是长大后来才接受。现在喜欢吃了。哦，我们也是，男生都是当完兵之后挑食的习惯才改变，因为你要挑食，大概就会饿死。对，没得挑。慢慢的呢，什么雪里红啦，什么莫名其妙的，大概也就吃了。对，对不对？小时候小学小朋友一定要挑，就是一定会挑食。哎，我们基本上呢，看我这样子啊，还不是挑食而已，营养不均衡啊。哦。现场啊，我们所有40位的小朋友，40位意见团的朋友，同学们有没有挑食的习惯？你最讨厌吃什么？来，有挑食的先举牌。觉得承认自己挑食的举手。举手哦，举手哈，举手。承认自己挑食的举手，承认自己挑食的。你看看比例之高，起码有8成，对不对？每一排起码有8个人，超8成。好，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会挑食？我们从好第二排最右边这一位，建安国小6年级的左彩璇来。你挑食什么东西不吃？青椒。青椒。你挑食怎么劝你都不吃吗？你有尝试过没有？有。但是就是不吃。为什么不喜欢青椒？我不喜欢那个味道。哦。不知道那是怪怪的什么味道，对不对？要辣不辣，要香不香的，对不对？那其他颜色，譬如说红椒、黄椒，敢吃吗？哎，对，红椒、黄椒他们是同一家的，你知道吗？你敢吃吗？红椒、黄椒可以吗？都不敢。来，郑哲宇，你也挑食对不对？你看，目前我们问到两个挑食的都不高。对，而且你已经5年级了，可是感觉起来蛮瘦小的哈。看起来大概就2年级啊。你什么东西不吃？很多东西。很多啊。很多。你的挑食已经影响到你的视力了，你看到没有？譬如呢？你不吃什么？苦瓜不吃，还有茄子，青椒。都一样。其实根据台湾的董事基金会特别调查指出，全台湾高达80%的小朋友挑食，所以现场我们的取样很准，对，真的有80%。我刚说10个里面就有8个举手。而小朋友讨厌的食物的前3名，从第3名就是青椒，第2名就是茄子，第1名就是苦瓜。对，苦瓜一定讨厌，我现在才懂得苦瓜吃了苦之后的回甘。可是小朋友哪懂？现在的小朋友最不喜欢吃什么呢？中午吃饭的时候，你打开便当，你最怕看到哪道菜？青椒、茄子、茄子、青椒和苦瓜、青椒和苦瓜。我最讨厌吃茄子跟青椒。不过最怕看到哪一道菜？你都爱吃。我不喜欢吃苦瓜、青椒和苦瓜。青椒和苦瓜，我最讨厌吃的东西是苦瓜。小朋友最不想吃的食物果然就是它——苦瓜。苦瓜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里面包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矿物质，而其中维他命 C 更是瓜类食物中的佼佼者哦。第一位要挑战小朋友挑食排行榜冠军的就是明星主厨一号王彩华。彩华姐会如何来帮助小朋友克服对苦瓜的恐惧呢？那小朋友呢，就是像我那样，看到苦瓜就怕得要死。你不知道我们家的两个女儿多恐怖啊，而且很夸张哎，跟她妈一点都不像。哪有人看到苦瓜就从这边弹到警卫那里？吓死人了吧？有这么夸张吗？既然连家中的两位宝贝女儿也都害怕苦瓜，那彩花姐，你真的有办法料理让小朋友不再害怕苦瓜的方法吗？我不要再让小孩知道这一道菜里面有苦瓜，我要让他知道这道菜是多么的鲜美。吃了之后，他一定会说好吃，而且呢，他完全都不知道这里面是有苦瓜的呀。到底彩花姐的料理能帮小朋友克服苦瓜吗？
就让我们回棚内品尝彩华姐的私房料理吧。哇，没错，她就是我们的波比天后。自称台湾兵棋部的这一位，料理经验已经有20年之久了，育有两个女儿的王彩华，欢迎！厉害厉害！哎呀！啊，台湾家！欢迎欢迎！你自己也感觉到苦瓜的确对孩子来讲是需要克服的。当然当然当然，我们以前从小呢，假扣动作得假蹦，所以怎么苦我都吃。我完全不怕苦，但是小孩子现在不一样，他这个也苦啊，看起来那个奇形怪状的，他就会觉得我不要吃，那个一定很苦，说你都还要哄带骗。我们五位观察五组观察员是挑食的，自己承认有没有？请举手，多少都会挑了。啊有也占了80%了，谁呀不挑食？好，林淑仪，你挑什么？我真的不敢吃苦瓜啊！时至今日吗？到现在还不敢吃苦瓜。是哦，我超爱喝苦瓜汁的哎，这个太厉害，配会啊！沈玉玲，苦瓜我也是过了30以后才感觉得到它的美味，但是平常还是能不吃尽量不要吃。那其他那个香菜，哦，香菜是我的天敌。啊，香菜！我买猪血糕一定交代不要加香菜。为什么？哎，香菜很好，我没有蒜、猪血糕，哎，那都还有那个挂包，没有香菜，真的不会。香菜那个味道我是无法接受的。哎呦，对对对，那你跟台哥台志源是一样，我怕香菜。好了，这边有挑食的朋友，刚刚王彤在，你拍代表，你挑食什么？我很挑食，我不吃芹菜，不吃青椒，不吃苦瓜啊，也不吃香菜。时至今日，我有一次吃到饺子里面有芹菜，我就说这有芹菜味道，对不对？他们都说没有啊，没有啊。结果我用力把它一直挖，一直挖，挖到一个芹菜，我就哎呦，这么敏感啊！我超敏感，因为不喜欢那味道的。对啊，然后鱼丸汤我也是没办法喝，你看看，还有加芹菜，只要芹菜。所以鱼丸汤没有芹菜猪怎么可以啊？所以他只要遇到他没有吃下去的，我都把它吃下去。所以他刚才讲那几个东西都是你的最爱，对不对？啊，不是，因为你的身体是恋爱的代价，也不算是我的最爱，但是我不挑，被练习成，不然他整盘那个水饺如果里面有芹菜，他都不吃啊。那整盘我要丢掉，那太浪费了。你是现在不可以，我们都是苦过来的艺人，过来的。我们不要说小朋友受不了，连大朋友基本上也有没办法改变。对，今天就要麻烦你了。那没问题，好不好？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叫做偏食挑食的克星。除了你之外，还有另外一位妈妈今天要跟你挑战。对对对，那你他怎么可以挑战的赢我？哦，你做菜，你做菜20年，他也不用比你少哦。哎，但是我跟你讲，我是很，因为小时候没有你苦了。对我苦，你怎么都要自己做，做到现在什么也要做，来不还没做菜就说还很苦嘛，那还要赢我？今天这一集真的发人深省，虽然聊的是偏食挑食，却带得出这么多。不堪的童年，对不对？学到很多人生道理。对，没关系，都是过去式。现在呢，我们尽量让他圆满幸福。好，但是不要肥，不要肥，不要肥，只要健康，不要肥。对，我们看下一位跟你挑战的这一位是谁，好不好？他的名字啊，请看。今天第二位要来挑战小朋友挑食榜冠军的苦瓜料理，就是明星主厨二号林姿佑。林姿佑厨力经历30年，还出过食谱书，有演艺圈食神之称啊。家中的伙食都由林姿佑一手包办，甚至还曾经一人下厨做出流水席。而厨艺已有30年功夫的林姿佑，又会如何来帮小朋友克服对苦瓜的恐惧呢？其实啊，苦瓜并没有那么苦，只要我把它里面的膜去干净一点，然后用盐巴把它抓一抓，去掉它的涩味。更重要的是，我在料理苦瓜的时候，我会加入面粉，多加2颗蛋，让蛋的蛋白质啊分解它的苦味啊。我相信每个小朋友都会爱上我的苦瓜料理的。什么？只靠这些食材就能做出让小朋友不再害怕苦瓜的料理？是不是林姿佑还有什么秘密武器呢？我研发了一道啊美颜点心饼。这道料理啊，我绝对哦有把握让所有怕苦瓜的人哦绝对会爱上它。居然是林姿佑自己研发出来的料理，看他信心满满的样子，就连也害怕吃苦瓜的我也开始期待到底这道料理吃起来味道会有多美味。大功告成，找儿子来试吃看看味道吧。你觉得这道料理好吃吗？好吃啊。有虾仁玉米，真的很香。很香啊。那你有吃到苦瓜吗？啊，这道料理有苦瓜吗？美颜点心饼来咯。这位就是出过食谱的
林姿佑，欢迎。哎呀！好，大家好，陈哥好，林姿好，佑姐好，姿佑好。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怎么把？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的老公嘛，对不对？身高也算是像拿破仑一样，160。对，是怎么养出170公分的儿子？就是就要叫他离我的老公远一点就好。没有啦，我就很努力的在他们的从小就是真的不要让他挑食。小亮哥没有验过 DNA 啦哦。你有，可是长那么像，到底不像？对呀，很像，很像啊，都像到他阿揍了呢。两个都很像，就假不了了那一种。连走路，连那个屁股都像啊。身高不一样而已，而且腿都不长啊。今天我们试图要改变现场的所有的小朋友，他们呢对于苦瓜的爱好，对不对？待会呢，这两边呢，这个王妈妈跟林妈妈，会带来苦瓜的料理，可能是你们这一辈子看都没看过。他们也不过10来岁，说这一辈子会不会太久了一点？对呀，一辈子才10岁，包括你们都没看过，我告诉你。哎，好不好？就绝了吧！今天绝了，好，我们就先请的林姿佑坐这位，好，分别告诉大家，你们今天带来的苦瓜料理分别是什么，好不好？好，先来。你们这一辈子，观众啊，从来没有吃过苦瓜汤圆。哇塞！怎么像购物品的？请问今请问现在还有几组？对，请问还有几组啊？才花钱。我懂。现在目前满线中，满线中嘞！喂，各位观众，你不要再打翻场，翻场，不要再打了。一定要把自己弄跟邪教一样。没有，这是真的，因为苦瓜小朋友太不喜欢。但我真的没听过，也想象不到，对不对？苦瓜汤圆蛮特别。虽然元宵节过了，但是我们有办法再重现元宵节的感觉。林姿佑要做的是什么苦瓜料理？我要做一个美颜饼。其实苦瓜对啊，讲这没有说服力的，这没有说服力，完全没有说服力。美颜，他们才12岁。哎，当然，你在发育的当中，你不能长得满脸的痘子啊。小朋友多半火气大。就是啊，不然每天就臭脸啊，给我们看。其实你让他吃一点苦瓜，消消火气，而且它的维他命 C 有又高。苦瓜汤圆大战苦瓜煎饼，谁会做的比较好吃？马上烹饪时间，就以苦瓜为今天的主食材，准备计时开始。哟呼！开始了哈，来。哦。你要打汁哦。先一点点哦，搅成泥对不对？苦瓜汁，哎呦，你先炸你的苦瓜丝，看另外一边。你们是不是应该来关心我一下？应该的，因为呢，我觉得苦瓜最苦的其实就是里面这个白色的膜，你知道吗？囊跟这个膜，所以呢，我通通都把它去掉，你只留它的果肉而已啊。对，全部苦瓜切成小丁。对，然后去掉膜，去掉膜，我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抓盐巴。那不是小黄瓜才要抓盐巴吗？对，你这盐巴抓不少哎。对，因为我要让它一直出水，因为苦瓜有个涩味，你知道吗？这样的话让它的苦味可以降低。对，那我现在用利用哦一点点的哈障盐法。障盐法。因为你看我把苦瓜的那个样子改变了嘛，对不对？是。我现在用面粉。哦，我懂了。改变为了怕他们吃苦瓜，所以我们在做改变它的样子样貌，对。这可能是个做法哦。你知道陈哥，我想到我刚刚去美国的时候，我们也不吃胡萝卜，然后后来学校有就有做胡萝卜蛋糕让我们吃。他其实做蛋糕的时候是很好吃 ，carrot cake， 因为那个形状改变，对，然后味道也变了，就整个就变了，就改变了，对不对？我们就接受了，观感，对对对，人不喜欢吃什么都是观感。苦瓜已经都用好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加点别的东西了，可以过来了。苦瓜汁放里面，哎，放里面，然后取代水分，会不会太多？然后再搅拌。你的苦瓜汁比例不少哎，慢慢这不苦，我不相信。这汤圆不苦，我随便你。哎呦，不肯定是苦的。苦瓜圆不会，不会吗？不会。还有再来啊，我们要加一些炼乳。炼乳让它变成甜的，搞不好用炼乳压苦瓜的苦味。炼乳是一个关键。这个哇，这个又有虾仁跟玉米，哇，那是松饼的厚度了。好厚。不会，这煎起来哪有？还是馒头的厚度。你这个厚度要能够熟到透，要有
要用点心哦。你有调味吗？除了炼乳之外，没有，完全没有，只有加炼乳。所以它那个吃起来是甜的哦。你那个是妙咯，你是单纯的咸，它是单纯的甜哦。所以你看，我们都不希望小孩子吃到很多的添加物跟那些有的没有的。我们没有什么添加物啊，我们希望它纯。炼乳就是添加物，可是炼乳也算是，但是我们炼乳是化学，没那么天然吧？但是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吃到这些东西嘛，对不对？化学汤圆，对，化学汤圆。哎呦，味道都出来了！哇哦，好香哦！拍手，慢慢接。哇哦，哇哇！哎呀，看着我都饿了。你干嘛？你怎么了？就这样。哎，想要主持人过来关心他。有筷子在这边。主持人就这么过来了。我不知道没有筷子啊。你这跟投篮没两样。什么家？这什么家庭主妇啊？不是，因为刚刚找不到筷子嘛。前面季节名叫 IQ 啦。哎，这动作我今天都白痴哦。哎，没有开火哎。怎么这样？你行不行？你刚刚关了吗？刚才如果我没有帮你关掉的话，你现在已经烧焦了。但是如果我看到它已经金黄色，我就。好起来啊！我还会让它黑。好起来，好起来，还袂死。咱这个油温伊袂当伤湿啦，袂上伤热啦。你当作我北气哦。北气也很有啊，在旁边啊。我不要北气啦，他太容易被你 Q 了。我阿公是中破塞呢。我知道，我知道。我阿妈是中破塞不？我哩就是中破塞孙呢。哎呦，你爆开了，爆开了啦 ！OK 的啦，这个爆开叫哇，这个爆开叫小哥小心球倒转的意思。这个爆开是正常现象吗？对对对，也可以。为什么？因为它是实心的。其实是阿美，这里其实是煮了比较久一点。那怪怪。先关火，关了关了关了。没有啊，没有，你还没关？你是在演说瞎话吗？我不能关，关了会吃油。哎，好啦，彩花姐你就别闹啦，料理完成，接下来就让大家分别试吃两位辣妈的苦瓜料理咯。好，每个小朋友手上都已经拿好了，有两样食物都是最难吃排名第一名的苦瓜所做出来的，分别是苦瓜煎饼和苦瓜汤圆。现在我们就要吃了，要开始吃了。哦，包括我们的评审，所有的观察员也都有了，开始吃啊。观察员，主持人也有，主持人也有。先吃咸的，咸的，再吃甜的，所以苦瓜煎饼首先品尝，请开始。首先来试吃看起来色香味俱全的美颜饼，脆脆的是苦瓜，可能还要再煎一下。是吗？脆脆的就是苦瓜，真的吗？脆的那个脆脆的是虾仁，没有，是苦瓜。吃到后来才吃到那个味道，吃到后来是干的，甘甜的。所以我觉得要沾番茄酱才好吃，不沾不能吃。番茄酱崩了，太难了。现场所有的观察员要开始密切注意他们所吃的表情，对，因为现场有八成是不吃苦瓜的，哎呦，所以密切注意他们的表情。你们有人皱眉咯，弟弟妹妹怎么觉得脸好苦哦？不会，他们好开心哦。有人整个嘴巴捂住，哎，郑哲宇，郑哲宇把麦克风拿起来，你嘴巴里面你是咬到舌头的，你现在怎么了？小心。好苦！你有没有沾番茄酱？你有没有沾？你有没有沾番茄酱？哦，你没有沾哦，你的没有沾番茄酱。你要不要沾？你要不要沾？是你叫人家不要沾的。你不要沾呢？我个人是觉得不用沾呢。不沾。接下来准备要吃甜的了。甜的，甜的，甜的。哎，我们很好奇。来咯，甜的试试看。苦瓜汤圆，请品尝。接下来是吃波比天后精心制作的苦瓜汤圆。你咬太大口了，你哪他都是面团。这就以前逃难啊，有那种吃外面那种炸那种双胞胎的口感呢，有吗？有。可是它好硬哦，很硬啊。它是不是不能冷掉？它一定要热的还可以吃啊？怎么那么硬啊？它已经快，这好像那个逃难的时候没有饭吃就待在身上，饿的时候拿出来吃两口配水这样。那只有逃哎，黑妹，彩华有这么苦吗？只有姐你逃难过是不是？啊，没有啊。彩华的阿妈发现我刚刚下手苦瓜汁倒太多了，所以呢还是有点苦。其实问我们其实不是那么准，我们问小朋友好了。彩华姐，我们都不用看他们，你光看我们两个的表情，你就这个吃了已经哎，我懂了，这个吃了喝了水，搞不好就捧起来，那捧起来我们就不会饿。这位中破塞的孙女，你一定要这样对待我。你跟她外表很好看呢、啊，外表好看。其实外表好看啊，结果呢？谁知道心地是这样子？可我心地是善良。我们做错什么？我刚好是相反的。好了，五位现场的观察员，因为猜错了
可是要处罚的，是，所以可能自己的口感要得放在第二位，你要了解他们是非常重要的，都吃到这个东西了，煎饼也好，汤圆也罢，我们题目来了，好，来有请 Selina， 小朋友们注意听好了，现在姐姐要讲题目了，题目就是呢，如果今天你飘到一个荒岛，荒岛没有任何一个人，你已经饿了一个礼拜，你非常非常饥饿，想象到了吗？这时候海面突然飘来一个便当，我的妈呀，便当盒，好有画面，好有画面，有没有？有，来飘来了，你打开来看，里面只能有一种食物，请问你们希望里面是煎饼还是汤圆？好残忍哦！而且就是你最讨厌、深恶痛绝的苦瓜做出来的，对，就是刚吃的苦瓜煎饼，或者是苦瓜汤圆，请思考。五位观察员即将决定今天整个比例上面，他们选煎饼的多还是选汤圆的多？红色是彩华姐，红色是我，蓝色是自由姐。嗯，好了，蓝色是煎饼，红色是汤圆。嗯，现在国民观察员请决定。沈玉林怕吃苦瓜的人呢，不只怕苦瓜味道，还怕苦瓜那个口感。那这个煎饼，老实讲，我个人呢，如果邀请，我喜欢吃煎饼啊。那个再笨都知道不要去吃汤圆，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现在猜的是小孩子，小孩子呢，因为那个煎饼里面有那个，还是咬得出它那个脆脆的苦瓜的质感，所以我觉得小孩子可能会，哎呦，一咬下去就有点皱眉，会怕。那这个汤圆是这样子哦，小孩子一吃，哎，甜甜的，哎，滴滴，啊，那可以压过那个苦瓜的味道。他就会觉得说，嗯，那汤圆是比较行的，对，哦，所以我觉得，我猜小孩子的心思啊，他们应该是喜欢吃汤圆。好的，因此汤圆的多。好，来看看屈嘉瑞的答案。因为我觉得神曲何必？虽然彩华姐那个汤圆实在对我来讲太难吃了，我真没办法吃。可是很奇怪的是哦，自幼姐的那个煎饼哦，感觉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喜欢的口感。彩华姐那个圆圆的可爱像球，感觉好像像卡通。他们觉得好玩，可以吃，像零食一样。国民意见团，全体请注意，请起立。现在把你的牌子准备好。如果今天在荒岛上，荒岛飘来的便当盒里，小学生们最想吃的是哪一道呢？请统计。哎呦哎呦哇哇哇哇！蓝色，蓝色比较多。统计出来的结果。苦瓜汤圆十五票，苦瓜煎饼二十五票，恭喜蓝组获胜！恭喜小姐的苦瓜煎饼，小孩，因为他们小孩太可爱了，未来的主人翁啊，知道什么叫做好吃的东西。来，蔡正斌，为什么就你选汤圆来？惊魂未定，因为煎饼还是有苦味啊。汤圆煎饼还是有苦味啊！是哇，那么计较的哈。可是汤圆呢？汤圆你吃起来口感方面软软的啊，都没有苦味。叶朗静，我觉得汤圆它就是一开始吃进去的时候软软的都没有味道，然后吞进去之后就忽然间一阵苦味。哎呦！那不要吞了。那煎饼呢？把吐出来。说什么啊，彩花姐？别说把它当口香糖在嚼就。煎饼好吃，因为它里面就很多料，然后苦瓜其实我有吃到，可是没有苦味。哦，很理智，这位小朋友真的口条很好耶，美满。一冷静，讲话真的很冷静，真的很冷静。来，欢迎老师，处罚的三位请起立，一下就过了，一下就过了。哎，传说那很恐怖哎，这是暴雷苦瓜，怎么会有大杯的？那你不是我记大吗？大杯是他们的。哎，我们制作单位算得很精准哎，大杯天哪，五个人就用公杯有没有？大雄哥最怕苦了，而且他们用绿苦瓜哎，他最吃得起苦，好惨哦！哎，这个是苦瓜加黄连，通通都要喝，配会啊，饮用加黄连，加黄连。不愧是团长啊，史上最一饮而尽的东西，太感动了，好帅。
哎，人家一大杯，大婶，我跟你讲，因为曲老师一直没办法喝下去，我觉得应该塑造一种热炒店的那种氛围，他就喝下去。来，你们干啦！来啦，喝起啦！这边又飙了啦！宇哥，你有神经病啊！对的，都是你害的，对呀。哦，等等，现在有香婷到底啊？彩华姐吃苦当吃补啦，太辛苦了。其实以彩华今天做出来这样的汤圆啊，她用这样的方式谢罪也是应该的。做了什么汤圆啊 ？Sorry， 喝下去也是应该的。好不好？蛮好玩的啦。我们刚刚呢，答对的就加一分，因此呢，林淑宇还有 JR， 还有正好你们两位。加一分，各加一分，分数最高的今天还有奖品啊！哦，我们的奖品是什么？我们现在不告诉你们，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有奖品，不会是汤圆吧？对，那我先恭喜得到汪彩华苦瓜汤圆一年份，汤圆一年份，好苦哦。好吓我！有他真的有奖品，不要开玩笑，真的有奖品。后面剩三题，大家请加油。是的，也先给所有现场的朋友，给我们的两位妈妈掌声鼓励，谢谢。国小颁奖们的选择，你猜对了吗？恭喜季恩凯与林淑宇得分，大家继续加油喽！